我想回被窝睡觉。好困哦，我去洗一下脸好了。夜寐正次。我回来了，好冷哦。晚上好，刚跑去洗脸了，等一下哦。有谁？小圆圆、CYGOH 圆圆、老巨圆圆、陈伟圆圆、秀圆圆、钟雨婷圆圆，默默安安，有啦，想起来了，是吧？婷婷圆圆、空圆圆、李宋李安安、关安、关安安安安。我的名字都是安妮。好的，我们的铁巨人塔现在是改成四核心的了。我最后还是把这个拆掉了，然后，因为它水流是实心的，那时候拆火把一直掉，这些火把，乌龟就生在这里啊！天哪、啊！那其实我的村民有灭一波，那时候是我刚好音效，我那时候音效是关静音，然后就看到什么右下角出现什么村民受伤声音，我想怎么了，然后冲出来看，然后一堆村民僵尸，然后剩三个村民，你看这边他腰甲挂的牌子。这是金色，之前原本是钻石的，剩这个了。那之前有一个那谁，
这剑士也死了，本来要救的，可是来不及了，白天了，不知道怎么救。药水还没酿，那再来，我看一下有谁哦。JANEWU， 你怎么称呼啊？吴？珍妮吴吗？小马安安。简家陈安安，捷运安安 ，J I N G X U A N 安安，哇，这名字好难啊！意思什么鬼 ？Hello， 小玉安安，手机能横看，哇，想睡觉。啊，这个昨天有展示过了，这个是铲子，嗯，那比较。重点是昨天把这个村民稍微移过来，应该从风力啊，这原本是一个风力五的，但是我后面洗到一个风力五，这个比较便宜，不然昨天洗那个要55块钱，55块再加一本书等于一个风力，那就把它洗掉了。那这个是保护室，那这个是幸运三。这个是耐久三啊，原本这个位置是耐久，结果忘记交易，就把那个就去往后看，往后看，看一看，看看回来，想起来的时候来不及了，耐久已经被洗掉了。然后啊，这是效率五，这个是尖刺一，这个还在保留啦，因为尖刺一18块，而且如果付两次的话。装备会爆，然后剩这两个，然后再来洗一下吧。贯穿，哎呦，保护二。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洗的啦，因为要的属性都差不多了，主要是保护耐久，这个比较重要。再来就这两个村民，我其实不知道洗什么、欸。效率的有了，掠夺的也有了，锋利的也有了，可以洗翻我们白痴哦！教主，你知道今天的飙车生存有特别嘉宾吗？我不知道、哦，有嘉宾哦，直接念无就好了，是什么无？就。吴小姐吗？还是什么？还是吴珍妮？还是你不念珍妮，那怎么念啊 ？J A N 你怎么念？哦，你是说啊，是不是抖内抖到一个金额就要穿女仆装？哦，什么？现在交易可以不用床吗？之前要用床，现在不是只要有工作台就好了吗？我跑去那个啊，创造的世界摸，还是我遇到 bug 了？你看39块，风力五。然后会留那个风力五，主要哦对，
没什么好洗的欸，感觉是这样子了，除非就是爆炸保护啊、火焰保护啊那种。哦，是哈记昨天作死，他做什么死啊？说什么？只要抖100枚就当天冲女魔装？哇哦！那这样是哈记，应该是，好吧，我不能说什么，因为我也不，今天换做是我的话，我也不可能讲这种话啊。虽然100枚差不多啦，100枚穿女仆装穿2个小时，1个小时50枚，1500块钱，哇！你得去女仆咖啡厅诶，天哪！哇！不死克星五哦，这好像可以留诶。好啦，这个留一下好了。直接买一本起来，因为我们可以去砍凋零骷髅，就补一个掠夺，然后不死克星五，我们去杀凋零，这样子，傻屌。于是雅思就用3000块圆他自己的梦。哇，原来是圆梦的部分啊！哇，我想一下哦，啊，告示牌。然后早上你们有看到我粉砖贴的那个吗？好，就这样子，不死克星五完成。你要吗？我跟老狙一起抖，你穿，我穿会不会开视讯啊？傻眼哦！啊，我跟你讲，我的价码要更高哦。然后抖到之后，我就卷款而逃，跳票有没有？然后最白痴就是我这个太高了，然后造成说这两台核心判定到这个上面有个铁巨人，所以他们没有升，只靠这两台升。你看这效，不然这效率其实很棒。你看，我跟你讲，早上的时候只有一排而已，那这边只有两排，然后这边。只有到第四排吧，我记得。那稍微就是把那个铁巨人弄下来杀了之后，那把这打短了，那就升得很快了。后来那个 Opify 的那个这个我装的材质包啊，它变成扣扣扣扣扣，是我装错了吗？感谢杰恩的500颗星星，没有啦，不会穿呐，东西。你看，变成扣扣扣扣扣，这样玩好难过哦，全都扣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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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扣，怎么办？是我装错吗？你昨天你是说哈基他们那边的台吗？哎，可惜。而且你看啊，这个我看一下哦，还有哪里有铁巨人？你们冲大便这样拉下来，有没有？我昨天盖完这个之后，反正哦，都像大便呢、
那后来我在盖这个时候，我越盖越有心得欸。就是我原本在就只是排那个吊个音架的时候，然后就是回去拿那个什么床啊或是材料的时候，然后僵尸就生在这个上面。那时候盖很高，僵尸就生在这上面。我马上冲上去用命名牌命名之后，马上我们就把它拉进来这个。围起来拉着，没了欸，要看的时候就没有了。看不到铁巨人大便了。我就是拉下来才能大便的，咻！我有卡铁巨人在上面吧？看一下，附近绕一下。没有啊。嗯，嗯，那这是沉思，啊不不，这个是思壳。哎、欸，啊、哦、有生了，有生就好。大便出来喽！不然教主可以帮我叫杰克船啊，已经开到100%了，还是有点小声。等一下，就说我刚睡醒啊。可是我就是要稍微调一下，因为我后置的时候发现我声音比别人大声太多了，哦，嗯嗯，经理人安安，我去顾小了，大家小鱼拜拜，被看会害羞，当然没有。有，生了生了，还有谁？王永杰啊，谢梅真的，嗯，是那个无什么，ZANE 走的到底怎么念啊？哦，吴真哦，哦，好，那我叫你，诶、欸，等一下，贝蒂杨安，TIONGTY 杨安，咻咻。我们来去地狱一趟好了，去打打看头颅，有头颅我们，
我们比较好做事啊。好了，现在装备差不多齐全了，被苦工他们不是苦工啊，被凋零那些打应该也还 OK，所以我们出发吧。哎，昨天真的太扯了，因为我昨天播那个 BGM 呢、啊，其实是鱼竿 GTA 有一集的 BGM，然后那一集的 BGM 整个就是音轨全部不见了，然后想想说发生什么事情，就昨天播的时候突然想到这件事情，该不会就是因为这首 BGM 原本是没版权的，那突然变成有版权，整个就整个很莫名其妙呢？就很奇怪嘛，就现在的很多无版权的音乐都变成有版权了，就只能，嘿，就只能这样了。这要怎么下？这条路，啊！太安静了吧？哦，如果这个碉堡是生在这边多好啊！可惜了，我玩到现在只玩过一次完美的碉堡，欸，就是我心中完美的碉堡。裸露在岩浆池上的碉堡，屁嘞！你是在跟我开什么玩笑？Are you kidding me？这狗摔下去就死掉的呢？你跟我开玩笑？哦，走这里也可以哦。哦，屁嘞！所以最好是自己唱歌当 BGM 啊，就说不行啊，之前自己唱歌唱到还有版权，吓死人。厅五房四冲带卫浴双门车库外是白痴哦、喔！我想说你在讲什么鬼东西？没有啊，完美的碉堡就是在。岩浆池正上方是完美的碉堡。
堪称完美。我要把这附近挖空了吧？你怎么会有剩余？哦，我原本在那个啦。那时候就是不是说渔夫死光了吗？村民死光了，那就剩下那个渔夫。想说，哎呦喂！想说试试看能不能洗回那个用生鱼交易的，就洗回来了，不洗啦，交易回来了，用手都要洗。等一下自言自语声音反而会变小声，所以这样声音 OK 吗？温泉岩浆。那他去隔壁吗？呜呼！这有掠夺不是吗？这把没掠夺，我没付到掠夺啦！难怪想说怎么敢干这么少。我就再扶一下。走哪里？没负掠夺。文字安安，好远哦！教主比较想要很多棒棒，什么棒棒？啊？我现在比较想睡觉，我刚本来想说，那就是那个挂钓鱼的那个打开，然后就不管你们死活去睡觉这样子。我刚刚是这样想啊，然后洗个脸回来之后就觉得哦，好像好了一点点。嘿，我也不知道。